说话虽然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事，却不简单，有许多地方值得注意。着急的事，要慢慢的说。别人的事，要小心的说。伤心的事，不要见人就说。讨厌的事，要对事不对人的说。现在的事，做了再说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而不能肯定的事，没发生过的事，千万不要乱说。说话虽然是生活中最普通的事，却不简单。生活普通，却简单，有许多地方值得注意。许多地方值得注意。着急的事，要慢慢的说。着急的，别人的事，要小心的说。别人小心，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。伤心，讨厌的事要对事不对人的说。讨厌对事不对人，现在的事做了再说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而不能肯定的事，没发生过的事，千万不要乱说。而肯定发生过，千万乱说。普通对事不对人，乱说。生活却许多值得伤心讨厌，而肯定发生千万乱简单地方注意。着急的别人小心过，
发生发生